你们好，我们读诗篇145，说，1-11节，大卫的赞美诗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用。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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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耶和华本伟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这大要对那大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传说你可为之事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他们既然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，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耶和华啊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，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，传说你国的荣耀，谈论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度为源的荣耀。阿门，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读一遍第一节，说我的圣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。阿门。所以呢，再变这个，诗篇是大卫已经写过的，看起来他的希望，我们知道基督徒也需要需要在他们的心里有那一样的希望。阿门。就是说要祝福神的名，要永永远远赞美神的名，荣耀神的名。阿门。当然，我们想想，圣徒，就是说，神的人，在天堂，他们要常常歌，要赞美神，要永永远远给他的名
哪个荣耀？这是永永远远的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是真的，在这里，我们在地球上，赞美神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希望。如果那也就是说，人有哪个希望，那么他们能够赞美神，不是赞美神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所以呢，如果他们选择赞美神的名，耶稣的，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可能我们可以说100%他们给他们的心为了神，为了耶稣基督，阿肋路亚，因为他们已经选择赞美他，阿门，阿肋路亚。大卫在以色列的时候呢，在旧约里面，他要告诉，要他知道，他就是说神帮助他再变一遍，如果他在打仗的时候，神帮助他，阿门。敌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但是他知道神跟大卫打仗，所以呢，他没有问题啊。而且现在呢，我们可能赞美耶稣啊，他也要帮助我们。阿门。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这个先需要进入我们的脑子里面，我们要赞美他，我们要赞永永远远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大卫已经在圣经里面写过关于他的希望。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说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他的名。他神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，然后他已经做了什么，哈利路亚。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要赞美他，因为我们知道神，就是说耶稣为了我们是谁，他是我们的救主啊，他是我们的神啊，他是耶稣啊，我们总赞美他的名啊，永永远远要赞美耶稣的名啊。第二节，我们读第二节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大卫他没有看得到耶稣，
因为耶稣，大卫的生命以后出生的，所以呢，大卫不认识那个耶稣他那个名字，但是他也要说，我要赞美你的命，永远的。我们也知道，摩西、以利亚，他们都看得到耶稣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想想，大卫已经看得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吧？但是耶稣出天国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可能知道耶稣是谁呀？但是他在这个生命中，那的是就是大卫，他没有看到耶稣。但是我们，也没有看到他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我们有圣经，我们可以读和了解和认识他是谁呀？他做什么呢？你赞美他的名，永永远远赞美他的名啊，Amen。然后，如果的话，我们有问题，我们可以祈祷，然后神能够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！谁可以给我们回答？神呢？神会给我们那个回答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得到。阿门，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读第三节说，耶和华本伟大，高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阿门，路亚。我们知道。神是那么大的，和应该从我们的心里，赞美他，而且可以用圣经的话，神的话，而且变成了一个唱歌。大卫已经写过很多，祈祷的很多唱歌的，在诗篇。所以呢，在大卫以后，很多人在以色列和教会也唱歌。很多的用大卫写过的神的话，就是说神的话可以用变成一个唱歌，而且唱歌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从大卫到今天用过，在以色列，在。别的国家，别的时间，很多的地方啊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国家的，阿门，路亚。而且我以为，在如果我们到了那个世界上的结束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有更多的国家，全部的国家已经用过圣经读的和唱的一些歌，从这个是圣经的，阿门。然后我们知道从。
从每一个国家有人要赞美神，要赞美耶稣基督，要他们可以得到哪个了解，哪个认识是谁，认识耶稣是谁呀？是他是什么？有一位神，他是哪个神呢？有一位神，所以呢，神是很大的，然后他有很多的荣耀。阿门。我们读第四节，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。也要传扬你的大能，阿门。你的大能，这里呢，我们知道，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阿肋路亚，所以呢，哪个时间和其他的时间的，过去10年、20年、30年、100年，有人从大卫的时候到这里这个时间。那些人，后来别的人，后来别的人，很多人要做什么呢？在这里写，他们要说出来，神已经做过和赞美他。因为他已经做过很大的什么，很大的大能，阿门。他的大能，他已经做了很好的东西呀，很好的奇迹。所以呢，人。过来，很多年，其他的人能够说，这个老人跟年轻的人，后来年轻的人，他们变成老人，他们老人告诉那些年轻的人，后来那些年轻的人，变成大人，大人告诉那些年轻人，这样子，不一样的时间。过了100年，过了其他的100年，人说，就是那些人要赞美他的名，可以告诉其他的人关于他的大能。他已经做什么呢？他做得非常非常好。所以呢，有很多老师要告诉其他的年轻的人关于神的大能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但是我们可以说，在圣经里面我们说，但是还有神为了我们他已经做什么呢？阿门。所以呢，过了时间，神的大能
经很大的，我们不能说全部它的奇迹，因为它的奇迹已经做的，它的大能是很多的。阿门，阿门，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读第六节诗篇145节，章第六节说：“人要传说你可畏知识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的，你的大的。”阿门。所以呢，他的大能应该说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我们的舌头可以说关于神的话，说的神的大能和神做为了我。为了我的家人，为了我的爸爸，我爸爸爸的爸爸，我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，已经他神已经做了什么呢？阿门。而且呢，有很多人，从亚当。到这里已经说过，神已经做了为了我们这个和那个，有很多的事已经他已经做过，是大他已经做了很多。往后我们可以说关于神为了。以色列人已经做了，他们离开埃及，神，他跟那个埃及的军队做什么呢？他们都是要在那个红海啊，然后以色列人唱歌，为了神。你的大能是非常好啊，为了我们，然后我们也已经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悔改，但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，在那个洗礼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洗礼的受洗啊。他已经原谅我们的罪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非常好，是大能，神的大能啊！而且他们给我们他的灵，我们已经受过，接受神灵啊，开始说方言呢、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他在里面，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方言呢、啊。他已经做了很大呢，所以呢，我们进入教会中，教会是哪些人服从那些彼得说什么呢？彼得已经说过。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和接受圣灵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人已经服从那个，他们进入教会中，他们在他的耶稣的教会，是他的教会啊。而且，我们可以读第七节，阿利路亚，第七节，第七节是诗篇145，第七节说，
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。就要传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的啊，第七节，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Amen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节，我们知道好一点儿。我们需要记得神的大的事儿。Amen，答案，他的答案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也要记得他的答案和长关于神明也要称颂你啊，不是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，这个第七节。我一定去读过第十节，第七节说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人唱，关于神的公义，他的公义是非常大的。然后他能教我们做哪些公益，教我们想象、说的、唱的、祈祷的，在我们的家里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这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，可以用他的话说出来和唱歌。在教会中啊，们，阿门。我们读第八节，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阿门。他有很大的慈。慈爱，在旧约里面，如果那些男人和女人他们犯了罪，如果一个男人已经结婚跟其他的人，和那个女人也结婚跟其他的人，他们在做在犯了罪在一起呢，在九月他们打了他们跟石头，但是在新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八章。阿门。约翰福音，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这里说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阿门。清早又回到店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
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”他们说这话乃是贪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挽着要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，照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小，一个一个的都出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阿门。所以呢，这个女人已经犯了罪，她知道，他们知道，耶稣知道，但是没有打她跟那些石头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拿打石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已经原谅她，她没有打他，但是谁能够扔到那个石头在他？耶稣可以，但是没有做的。他要原谅人类，阿门。那些法利赛人要打他和打耶稣。但是耶稣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从他的能力，他说出来，他们都已经犯了罪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良心没有觉得好啊，他们离开了。一个一个的，阿利路亚！所以呢，他们的计划已经完全变成了，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呢？
他们要打耶稣。阿门。但是为了我们，我们知道耶稣是很好的。第九节，诗篇145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他有很多的原谅和全部他的大能，他们要赞美他，然后他的人类要赞美他，而且我们可以说，因为我们接受他的原谅，当那些女人和我们一起接受原谅，所以呢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要赞美他，他的大能是非常非常好。阿门。所以呢，第十一节也说关于我们要赞美他和哈利路亚。第九节已经读过，第十节，耶和华啊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从谢你，你的生命也要称颂你。阿门。第十一节，传说你的国的荣耀，谈论你的大能。阿门。谁要说出来关于神的国他的国的荣耀，是我们要赞美他的荣耀，他的他是谁，给他荣耀，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他的原谅，和要说关于他的能力，他的权柄。阿门。所以呢，神他有全部的能力、权柄。阿门。阿肋路亚。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神祝福你们，阿门。